位置咧喺观塘区蓝田平田嘅平田商场啊。咁啊，报一报时先，今日系2024年3月12日5:18啊。咁目测咧，好似都有成3层嘅喎。到底呢个商场系点嘅咧？系坚定流嘅咧？咁啊，都要上去望望，目测一下先知啊。平田商场，我连探路都冇入过去啊，所以都唔知道保安员位置喺边咧。咁啊，入到去都要低调啲噶啦。平田商场呢度咧有个港铁特惠站喎 ，seven 智能柜 似系有间酒楼咁样嘢啦，但系就执咗。聚兴楼，美之恋人。潮牛馆有间饼店，前面有条楼梯落翻去嘅。呢边咧去咗平田村嘅一部分嚟嘅。好啦，咁啊再上啦。上高仲有扶手电梯，即系话可以再上嘅。侧边会唔会有个超级市场呢？药房。有啲兴趣班咁样啦，不过咧，冇开，唔知点解咧。洗衣铺、美容屋、salon、惠康、冇啦，再上，应该仲有一层啦，有间百分百餐厅，茶餐厅嚟嘅。铁打中医诊所，日本城冷气工程、水电工程，有间卖电器啦，足之乐玩脚仔应该，咁啊医务诊所、美容屋啊。棋子燒鵝喎，喂，依間嘢好食嘅喎。啊，前面有條行人天橋喎。咁咪音樂好大聲，提款機兩部，出去望一望先。出邊有間牙科嘅醫務中心。呢度咧係去康雅苑嘅，原來德田平田有保安員啊！好啦，繼續行啦。棋子燒鵝我食過兩間分店啊，幾好食噶！百分百嘅麵包店，有間士多。
有间卖衫啦，地产啦。剪头发嘅，咁啊，摸一摸水牌，好啦，快走啦！平田商场，好啦，落翻嚟啦。呢度都有个商场嘅平面图。好啦，咁啊影完啦。咁呢段片咧嚟到度先，我哋下段片再见啦。一阵间去启田村好啊，定系去广田先会好啲咧？好似去广田好啲，因为咧我冇乜机会去广田啊。启田咧，一架车去到呢、这个广田咧，勉强都行到上去啊！好啦，拜拜。